其实他不是完全的投资家，他最大的能力就是一个融资家啊，只要我们大家给他时间，他肯定能把这资金融来啊，只要给他时间。对，实际上呢，我相信你啊，其实我出来啊，我出来看了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呢，澡堂的事情发生了，是吧？我们不在喜欢主上，我们华人呢，在加拿大这是少数民族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其实我出了国以后，我才知道我特爱国。我没出国的时候，我没这感觉，真的，我特爱国。其实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华人呢出这么大的所以说呢，老唐呢是个投资家。那我们过去呢没有发现他这个骗局的时候，实际上呢我们都很高兴看着这个0.2的数字哈。那么我们在交涨呢，实际上呢这钱呢他是债务。如果呢我们其实把它告了呢，对我们华人的影响也很大。那我们的债呢确确实实的石沉大海。那如果我们有一债主呢，我们会活在希望当中。这希望当中呢，有如果有挣钱的能力，那呢希望就会变成现实，就会变成实现。我们把它实现。
啊，我说我跟老张说的，你要说服我，我才能说服达拉斯的人。他跟我讲，在16号左右，初步要有一笔资金。三月十六号，初步有一笔资金可以动起来。他讲话，现在在盯着。我办将近两点，我在三月十六号以后，如果我没看他动，我们还会。但是你说两个月，太不可能等到两个月。他丢掉了。不可能等到两个月。你不要两根掉。那么多人，不可能让你碌碌无为的干什么都不干两个月。你要明白这一点。你说你在融资，人家没看到结果，所以说，我希望你三月十六号，哪怕你50万块钱，你也给我先动起来，这一点需要。对，至少你先动起来。他说你买嘛，对，他给我拿出去啊，三月十五号是 around 100万，但是我很怀疑他的 credibility。如果到那样的话，浪费的空间。他定个日子，16号啊，15号，没有那么多钱。我希望他三月十六号开始工作。总会有钱就进来，那个我是讲的是我们刚刚达成的一个差不多，但是不能集中性内容，因为大家的集都没有。他现在操什么盘？他现在没有权操盘，他得别人操盘，也没命的。那么你在玩跟咱们一块儿，我没说跟大家玩，没有去。OK， 那我问一下，好吧，这是小鸡嘛 ？OK， 贷款30万这样，贷款马上就可以办了。这个3月16号，这个贷款的30万，这个是第一桶金，你可以拿到钱。对，我刚才跟那个张经理也谈了，但是问题是大家的这个影响，他说这个不会，如果这个话他为了大家，他作为前期的，我很感激大家，这个款就是有30万作为。这个当着大家面说一下，他们是这个，这只小鸡啊，我同意先让它生出来，对啊，但是我跟你再重签一个这个借款的协议给我，好吧，啊，这个有这个好，我们支持。这个是什么？现在就是30万 ，OK， 3月16号。啊，对，这里有30万的，那这个30万你什么时候可以到手呢？我能不能说两句话？因为我是这样想，但是大家不一定都能同意我这个想法。因为呢，就是说，可能就是说他是在06年、07年基本上没有亏损的能力。可能要是如果说你发过去一些佣金啊，还有一些那个利润啊那些啊，你能不能以你的这个情况，就是说借我的？借过来之后是这个资金，好，提我的项目权，然后呢，以后你拿赚的钱呢，再把它还给他，就还给你借出来的，这样的话我就不要求。我就是看看怎么样，反正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借出来，那你还是自己协商吧，因为从这个方面的话，大家更多的本金都损失了，更多的人都受了这个，所以可能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应用。这个客户啊，或者有一个协议，现在我不知道公布没有。
没有那个我。我可以在现场问。OK， 我那个是临时性的，因为当时我认为这个都要经过大家的同意的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临时性的，给你们一个月时间，你们两个这个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啊，这下次呢就是这个，今天这个不是主要的课题，这个呢下一次你们再选代表出来的时候，啊，先我跟你讲话，首先啊，我这时候我等最后一会儿我再讲几句，我就说啊，那些东西呢是把鸡找出来以后要运作了，或者在没运作之前，我们跟露西几个人再做一下，再拿出你的条件来。完了以后呢，你可以给大家再做个发过去，这都可以。对，这都无所谓。现在你谈这个，我们先谈的是这个是最主要的，最关键的。因为这个东西，在这个利润操作，就这边又找不到机。是啊。这没有运作。抓主要矛盾。主要矛盾就是说，其实我给大家介绍，其实早期呗。我们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希望你努力。
好，我们好，好，三月十六号，海龙国这边，我是要看到的。三月十六号，这个混水的。二月二十七号的那个混水，大家知道有一个级别了。三月十六号，三月十六号，记得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大家统一签字，我们和美国配合。对。大家愿意这样子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到处跑的就在这样，对吧？不然就没办法了，一直拖。这个两个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愿意这样子吗？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拿不到这些，差不多这个数据，一百万，他是不是？一百万。有没有这个？没有的话，拿不到的话，也现在给我们这个，可以大家能够学习这样子。大概的，没有的话，大家就一起签字，签字，把这。一百万现金超过，就是说大家来分钱。对，不是全部不能拿钱的，大家都不能拿钱的，大家都看着这个，我们这个人监督，现在还有一个人没有，我们这个钱，我们要考虑。我们要找到那个来看。要不要再给他一两天多的时间？因为有时候可能晚一点。没有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刚才看到钱在银行里动了。OK， 哪怕有，哎，他就是银行之间有。哎，这样是个礼拜。20万、30万，没问题的。你哪怕是你先对。20万、20万。对，我们可以，我们都下这个注册。对，没错。哎，我们可见到。只要有钱进来。可见到。对，好吧，我们这个啊。好，首先你要离过的啊，你不能拿再又不见了，不是，120万元一下拿走，啊，有点紧张。